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事政做回来，我是主持人蔡小君。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外在的环境不管怎么改变，但是如果你想要保持年轻的话，应该要怎么做呢？其实最好的答案就是不断的学习新事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要带大家来了解我们学习型城市以及全龄社大，看看基隆市政府结合了各项资源，在终身教育学习上所做的努力。为您邀请到三位贵宾哦，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基隆市教育处处长林助理。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处长好。第二位是我们基隆社区大学校长廖达鹏。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校长好。第三位呢，是我们中山热龄学习中心的主任，也是我们中和国小的校长刘问琪刘校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校长好。在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节目之前呢，要先带大家来看我们的市民有问必答单元。这个单元是开放给所有的市民朋友，只要您对市政建设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我们都有专人为您解答哦。现在就来看这礼拜的有问必答。安乐区王先生询问，如果想要报名乐龄学习中心的活动，请问怎么报名呢？基隆市教育处回复，请至基隆市乐龄学习网查询各乐龄上课课表，打电话或是亲自到各乐龄学习中心来报名，联络资讯都在基隆市乐龄学习网站上哦。仁爱区汪小姐询问，请问仁爱区乐龄学习中心就只能住仁爱区的人报名吗？基隆市教育处回复，没有限制区域哦，乐龄中心只限制55岁以上的长者参加，民众可以依照自己的兴趣选择课程，跨区上课。信义区张小姐询问，请问报名乐龄学习中心会收费吗？基隆市教育处回复，原则上是免费的，但各中心会视课程所需要的教材酌收费用，民众可以在报名时一并询问。仁爱区黄先生询问，基隆社区大学最受欢迎的课程与类别有哪些呢？基隆社区大学回复，目前最受欢迎的课程有幸福泉氧气班、卡拉 OK、 瑜伽及水彩、亚克力彩班，分别属于养生保健、创新及休闲类的课程。中山区张小姐询问，请问目前是否开设一些认证的课程呢？未来会有新增加的课程吗？基隆社区大学回复，目前学校没有开认证课程，以前曾经开过电脑丙级硬体修复证照班、中西餐丙级检定，但因为招生不足而未能开班，未来希望能够继续开设电脑程式设计检定及电脑丙级软体检定班。信义区吴先生询问，跟上时代潮流，基隆社区大学是否有理财程式设计的课程呢？基隆社区大学回复，开设理财及活用经济指标判断投资课程一直在学校规划中，希望能够邀请到优秀的讲师来开课，目前在公民周安排金融知识普及计划、投资未来系列讲座接洽中，希望能够提供民众理财的知识。看完这礼拜的有问必答单元之后，紧接着要进入我们的主题了。基隆市真的很厉害，因为在终身教育学习的推动上真的花了很大的心思，所以在全国的学习型城市竞赛当中一直是居于冠军。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终身学习博览会在市民广场热闹登场。社区大学土风舞学员精彩的舞蹈为基隆市终身学习博览会揭开序幕，这已经是基隆市连续12年举办。市民广场现场各个社交单位展出学习成果，像仁爱乐龄中心的作品就结合了艺术及实用性，好看又好用。因为我们的那个缠绕画跟拓印，现在在我们乐龄本身都是一个发展的中心。然后你看这个拓印本身来讲，它直接做成在拓印布上，然后它看起来就很像一条真的鱼，而且我们还做了一个鱼骨，它还结合拼布。然后你看背面，我们现在就可以结合我们的缠绕画，等于是你一样作品，它本身就结合两种艺术，不止三种。拼布、拓印还有缠绕，那因为它本身要十圈，所以你这样保护起来的时候，你的袋子里面的一些什么贵重的，包括你的手机的镜面啊什么，其实你都不会被刮伤。然后我们是要兼具美观、创作还有实用的价值，不会让你觉得艺术是艺术，然后
创作归创作，还有实用归实用，我们把这三个全部都结合在一起。其他社交单位的摊位也吸引了许多民众前来体验。基隆市长林佑昌表示，基隆市已经连续四年拿下全国学习型城市第一名。他也呼吁市民朋友活到老学到老，一起加入终身学习的行列。今天是我们第十二届的终身学习的博览会啊，以及我们学习型城市的一个成果展。那我们基隆市学习型城市的这个成绩哈，在全国是非常好，已经连续四年了，得到这个领导的一个绩优的一个团队，所以可以说是这个成果斐然呐。那所以这一次呢，又加上了好几个社区的团队，还有包括这个经国学院哈的一个参与，注入心血，所以我想会更多更多的一个心血还有能量会加入啊。那也在这边希望所有的市民好朋友，这个活到老学到老，现在的社会呢要不断的充实，不断的学习，来丰富你的人生。为了打破过去社交课程多以女性参与居多。今年社交单位针对男性朋友也开设了生活茶艺、文创木雕及家电维修等课程，希望鼓励男性朋友踊跃参加，享受不同领域的生活乐趣。哇，真的可以看到非常的丰富多元，这就是我们基隆的终身学习教育博览会哦。而基隆市的学习型城市在全台脱颖而出，荣获了学习型城市奖的肯定，争取到教育部非常高额的补助，更连年获选为示范团队。怎么做到的呢？我们邀请我们的处长来跟我们分享了。是，我觉得基隆真的是一个乐趣的城市哈，基隆人也真的是一个幸福的市民哈啊。为什么我们可以连续五年获得教育部最高的补助，那获得最佳城市学习型城市奖呢？我想这边可以看到，我们分两个主轴哈来规划我们的学习型城市的计划。在这中间呢，就是我们从104年到108年这五年来的计划的主轴。我们前三年呢是以文创特色为主轴，那进到107、108的话，我们就从文创进到观光以及地方创生，引导到地方产业的发展。举例来说，我们这个历程里面呢，我们办理过文创的跳蚤市场，我们也结合卡玛丁的海味厨房，把地方的特色变成我们观光的资源。那我们也结合大巴斗海洋国际村来发展地方产业。我们107、108呢，我们进到地方创生跟产业，包括我们培训了在地观光人才的培力。那这个是我们这五年来非常重要以及丰硕的成果。在这些历程里面呢，我们也非常感谢从幼林贤如主秘他的协助。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我们可以在22县市当中脱颖而出四个非常重要的主轴哈。第一个当然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有一个跳出来主导的公部门，那就是我们教育处。我们串联了市政府的其他部门以及民间的相关单位，还有我们在地的大学，就是从幼大学。那在林贤如主秘的协助之下呢，除了他们专业的资源之外呢，同时导入他们大学青年的活力来一起参与整个计划，活络计划的内容。那也带领这些青年以及民间社团进到社区，促进社区之间的共识跟社区的发展，然后进而促进我们刚刚所提的非常重要的产业的连结跟发展。那由产业端他们所提出来他们的需求，再回到我们第一点，也就是市政府跨局处的部门一起再来作为政策研商的规划，这成为一个生生不息的一个有机循环，然后成就了我们这个五年非常辉煌的记录。那今年109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教育部停办这个计划，但是我相信如果有的话，我们基隆一定也是持续来蝉联冠军。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呢，就是由公部门来统整所有的资源，这可以让基隆市连年获得学习型城市冠军，而且是示范团队，这真的很重要。那当然我们也讲到，其实在这一整大串当中，有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老年人，我们的银发朋友，他们也要投入终身学习啊。因此呢，我们要请教我们的社大校长来跟大家分享，如何培养银发族的生活乐趣，然后长青学院爆满的课程有哪些呢？长青学院呢，原来在5年前呢，大概只有1000多位学生，那这五年来呢，几乎是暴增，好，这
已经达到了1800多位学员哦。因为这个长庚学院比较特殊，就是说他们年龄层是从民国十五年到一直到民国54年，啊，这个年龄大的跟他们这些年龄层的人呢，生活的背景跟生活的习惯几乎都是比较相同的，所以呢，他们可以有共同的话题可以一起谈，所以这些人能够生活在一起，而且来这边聊天，他当然精神就好哦。所以这个课程呢，我们也为了他们呢开了从45门课呢，现在调整到55门课。啊，这个课程呢，比如像英文班，大家就有老年人是不是不学英文？不是，这个英文班的人是爆满。好，我们大概开了6个班级的英文班。哇塞，6个班。开6个班，日文班我们也开了到六个班级的日文班哈，日文。另外呢，还开了手机班。手机班原来我们是只有开一班，但是呢。大概是招40个学生，有200-300人报名，还有其他人都没有，所以第二年呢，我们就马上再开了6个班级哈，所以让所有想要学习的人都能够进来学习。所以这些人呢，他原来在家里面呢，可能想要手机不会啊，想要问那年轻的，可能教了2-3次，年轻人觉得烦啊，所以他到我们这边来的时候，老师很热心的，慢慢的教他，他会觉得很有趣，好在慢慢的学会了哈。这个另外还有。越打越健康，经络拳。谈到这个经络拳呢，因为我大概是从我们课程是从早上七点就开始，啊，设到晚上来到10点才结束，每天大概都要跑12个小时以上，有时候跑比较累哦，长期这样跑下来，所以我到越打越健康去了，这些老师跟学员呢都非常好，每次看到我就说来校长。来，你要越打越健康。来了以后，去了以后呢，他就帮我们打一打，这个捶一捶。哎，真的是精神是比较好。所以这个也是一样。刚开始我进来的时候，这个班级呢只有一班，很多人都要进来，都一打电话跟我讲说，他已经连续5-6年都进不了这个班。后来呢，我们就给他调整，又开了6个班，在开了好几个区，我们都开了。这个班级非常非常的好。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国标舞啊，有土风舞啊，还有太极拳。太极拳我们也是目前是开2个班级。太极拳这个也很好，这个早上大概7点多。谈到这个太极拳啊，刚才提过，年龄最大的是民国15年的。那有一位老太太，她好像也来上过我们这个基隆电视。她打太极拳，她早上7点到9点在这个镇沙里的地方去打太极拳。打完了以后呢，他就赶到中正公园的长青学院的英文班去上英文，上10点的课，哦，真的非常好。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出来，到长青学院来呢，可以学到非常非常多的东西。所以我们欢迎呢，所有的这个长辈呢，都能够走出来，走到长青学院来，大家共同来学习。哇，这听起来真的很棒，因为大家现在最小。就跟上时代潮流，一定要会用手机，然后早上可以跟大家朋友问好啊，所以早安图，晚上那个晚安图，哎，那很重要哎。后来我发现那真的是生活的重心，对银发朋友来说。然后另外就是大家也很喜欢学语言，那大家有时间可以学习不一样的东西，可以让自己的头脑活化。那再来就是运动类的，那更不用说了，大家就是越来越养生。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很有趣的课程可以激发大家无限的创意哦。要先带大家来看一段影片，就是漂亮的图案如果想要重复做，应该要怎么办呢？中山乐龄学习中心的银发朋友将版画之美就融入了日常生活中，一块来看看。瞧，这仔细对看，细心粉刷，再三确定位置，没有想到制作个版画竟然可以忘掉3000烦恼丝。厉害的是这一版可以印在日常生活用品中，像是围巾、围裙、手提包、餐垫，只要您想得到的都可以运用再利用。那当阿姨们了解之后呢，我们还把这个版画呢，不只是一个艺术作品，而融入生活，他们可以把他们的作品呢佩戴到他们的这个。服饰上面，对，把这个美感的东西呢运用在生活当中，用这样子版画的这个概念来落实在生活中。你看像这个呢就是有海洋元素哦，我们基隆有修更啊，然后把这个修更呢变成一个餐桌的一个艺术哈，让我们这个生活美感呢能够提升。发觉这些乐龄的组呢非常的开心，能够提升他们的这个生活的乐趣，而且来这边呢大家都很开心。我本身呢对这一方面是都不会的，那借着这个正常
堂课呢，我觉得学习很多，也认识很多同学，收获蛮多的。每个人都可以设计这个独一无二的创作。那你看，我就设计这个小卷啊，那可以凸显我们基隆的这个海洋的特色、海洋的元素。那我们再来呢，到时候就会上色不同的，而且我这个制版，老师说可以制50个版，所以呢，我就可以大量制作哈，做很多的餐点，可以送给自己的朋友啦、亲友啦，所以这个是一件非常疗愈、好玩的事情。真的是超开心哎！从板印媒材中牵动生活脉动与美学潮流，更是视觉上的一大享受，好有成就感。顽固美印赞！哇，这个课真的是很有趣，这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当中增添了美学的概念在里面，就会越活越开心。我们要赶快请刘校长来跟我们分享，其实不止这个门课哎，还有很多有趣的。对，我们呢？乐龄中心呢已经有12年的历史啊，那在推动的历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呢常常与时俱进啊，那从这个3C的产品应用啊，刚刚有讲到就是说，手机的应用，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喜欢哈，那刚开始会有一点抗拒或者说害怕，但是呢，我们开这个课的时候，我们是从电脑开始。哦，电脑上网怎么样去上网搜寻资料？上网去这个订火车票啊，还有上网去这个医院啊，去这个挂号啊，从这个地方开始。接下来呢，我们就用手机的部分。那手机的部分呢，就可以用跟远方的亲戚啊，我们用 LINE 还有视讯哦，可以跟他们做一个连结。那接下来手机还可以有很多的课程啊，比如说除了应用之外，我们还可以拍照哦。现在那个数位相机呢太重了，而且也蛮贵的哈。那手机呢，每个人都有一个，那所以我们也有开那个手机的课程。那手机的课程的话呢，手机照相啊，然后怎么照啊，怎么拍呀，那从自己的家庭开始拍，然后就可以说故事。那拍好之后呢，我们又有一些这个影片的剪辑啊，影片剪辑呢，它就可以剪辑好了以后，还有教他们怎么配乐啊，然后呢还可以上 YouTube。那最后呢，现在不是很流行当直播主吗？那我们呢就让他们来怎么样当直播主。那么我们呢真的是非常感谢教育处啊，九楼那边有一个摄影棚啊，我就带他们去啊。来，这个是给您看一下他的课程，非常有趣，然后大家也不会害羞，然后很愿意学。好，你看这个呢是学这个从这个电脑里面学这个影片的一个剪辑啊，然后呢，好，剪辑完了，我们拍照摄影作品，我们也给他在那个市政府的一楼哈去做展览，那好有成就感哦。好，这个是我们3D 练艺哈，还有那个镭射雷雕。那他们阿公阿嬷学这个也有好处，就是说不会跟孙子啊脱节哦。什么叫做镭射哦？你看，然后他们把他们的作品啊、名字啊刻在上面，做个钥匙圈，那可以送给他的孙子，送给他的朋友啊，多有成就感啊！那你看这个也是，这个跟阿孙啊哈照相，然后展出来，哎呀，你看去看作品的时候。多开心啊！哦，多开心！所以就可以从这个作品啊，可以从家庭的故事去做一个连结，收集故事哈。然后你看，我们还带他们去外拍，认识这个在地，哈，认识我们的基隆，从在地出发哦。你看，把基隆的美景啊、故事、文化都可以拍，然后还有小小的这个好像棚拍一样哦，大家你看。拍起来都很有趣。好，这个呢就是我们到那个教育处9楼的摄影棚，每个人练习当直播主啊。我们当然是先有课程的规划，让他们做一个肢体的一个训练。然后你看这个摄影棚，大家呢哦好开心哦。然后直播主之后呢，我们就会让他说，我们有一些宣导的课程，我们希望他们来帮我们宣导一些乐龄的一些课程。所以呢，我们这个课程的设计呢，都是一连串啊，有趣好玩啊。那你看，包括这个生活美感，刚刚有秀的这个也是围巾哦。那我们呢，也是把地方的那个海洋特色啊，
这个海草啦、鱼啦，哈，都把它绣进去。还有这个，这个我们也是跟海科馆结合的，请他们这个志工来教我们做这个针织珊瑚。那也有宣导他们珊瑚的一个保育的这个观念。那你看，这个还可以。结果我们那个志工呢，会了之后，做了一只大龙虾送给我，真的是很棒哈。那你看，那我们这个针织珊瑚呢，也有到那个台湾图书馆。到台中去展览，哇、wow. 哦，那他们真的是非常有成就感了、啊。这个都是一针一针、一针一针这样子缝起来了。那我觉得就是我们开很多的课程，让他们开拓他们的视野。那结合了我们的地方的这个地方海洋的特色哦，我们整个这样串联起来，让他们会觉得说哇，就赞哎哦，然后愿意出来学习。这样的很多的很棒的课程，对，刚刚就讲到一个很重要，就是要结合地方的特色，对，这样要引进我们的地方产业，真的很厉害哦。我们要来看基隆市政府从104年从文创学习，105年文创加值，106年就变成文创行销了，就是希望大家在学习之后能够再加值，创造出产业的蓝图。我们要请处长来跟大家分享，从 Learning City 带来 Earn Money 的商业商机啊，是，我觉得从 Learning 好到N 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们来看看我们明年度打算要做的学习型城市有哪些内容呢？我们明年呢，如刚刚所说的青年创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怎么样鼓励青年，一定要给他们机会。所以明年的学习型城市呢，我们就把青年从以前是协助者，是第一配角，把它提升到第一主角。那结合不同的青年团体进行一个多元的联盟，以及一个跨域的共融的方式。那会分四个面向来推动。第一个呢是怪奇城市，第二个是怪奇与联盟学院，第三个是怪奇漫旅，第四个是怪奇博览会。大家听到这边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什么是怪奇呢？啊，我们这个达成了第一个目标哈，就是先吸引大家的注意。其实怪奇呢，我们可以来想，它其实是一个不一样的观察事物的素养的能力。透过这个怪奇的观点来看，我们平常很习以为常的事情，往往可以创发出不一样的讨论议题，可以更深入的去反思。那这个历程里面其实就是一个学习的历程，我们会有讨论，会有体验，会有学习，最后透过这样子的学习与反思呢，让每一个学员成为自己想成为的自己。那所以怪奇这四个面向里面呢，我们怎么样来做呢？第一个面向呢，在怪奇城市上面呢，我们是以这个面向来作为我们这整个计划的品牌的建立我们基隆的一个品牌形象。那同时引进青年团体来共同合作，这些青年团体是会有非常多元的能力跟面向，所以可以让整个计划变得非常的丰富多元。那也会用青年的角度来做行销跟宣导，会让整个宣传的管道更为活泼，更为多元。最后我们会建制基隆市学习型城市的一个网站，那所以请明年开始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学习型城市的网站，可以看看我们有哪些精彩的活动内容。那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都很想进来玩的一些好玩的课程。首先呢，我们这个会跟基隆在地的终身学习机构一起串联，形成一个联盟学院。联盟的成员有多少呢？真的说出来吓死大家。我们包括原住民部落大学、海科馆、救国团、海洋大学，我们在场的乐龄学习中心，还有社区大学。当然少不了我刚刚说我们的主角，就是青年团队，包括阿普蛙欲望剧团、无用学堂，还有青年艺术家李奇宏先生等等，持续在扩大这个团队当中。那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出来呢，我觉得这明年的计划呢会有三个特点呢。第一个是轻盈共创，刚刚提的这些乐龄学习机构跟这些青年团队呢，会互相激荡，想出来跟以前不一样的一些想法，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第二个部分呢，就回扣到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的地方创生，给年轻人机会，他们才有机会才会回流到基隆过来，所以这里有很多
年轻人可以担纲来做主导的那些计划，让他们可以发挥他们的能力，让他们有成就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基隆过来。那第三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在地连结，所以整个计划里面我们处处可以看到跟基隆相关的一些特色。举例来说，在联盟学院里面，我们基隆目前呢，已经下了大概超过十天的雨，未来可能还有超过十天的雨要下，所以雨在基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所以也会有办理一个雨的浪漫体验工作坊，透过用音乐、艺术，这些形式的让学员们重新来体验基隆的浪漫的美。那另外一个是很有趣的是戏剧乐游趣，它是透过戏剧的工作坊来开发参加学员们他对于肢体啊，对于情绪这样子一个创作潜能。那同时也会规划相关的课程，让学员们再次去认识基隆的一些议题，用我们刚刚说的怪奇的不一样的观点来开发这些议题，让这些议题在地跟学员自身产生连结，最后创造出一个故事。最最特别的是，他的演出场域不是在舞台上面，而是在街道上面来演出。所以明年大家如果再看到基隆的市集呢，出现我们的怪奇的戏剧演出呢，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这个故事，一起来创作。那另外一个很有趣的是公民浴场，在罗马时期呢，只有贵族可以去浴场去做这样子的洗浴，那所以他们也会在浴场放松的情形之下去谈论一些国家重要大事，然后决定了国家重要的方向。所以我们也引进公民浴场，邀请我们的市民朋友们一起来关心重要的议题，那办理议题工作坊，不管是多元文化、环境议题，或者是环保议题，都可以在这个公民浴场里面一起来做讨论。那我们也开发体验式的、议题式的桌游课程。那在体验当中进行学习，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趋势。第三个面向呢是怪奇慢旅，哈，慢旅当然是轻旅行，但是这个轻旅行可能非常的不一样。以城市实境解谜游戏来说，我们会将谜题藏在城市的角落里面，所以参加的民众呢，他就要找踏城市的各个角落去找寻谜题，而这个谜题的内容呢，也会透过我们刚刚说的怪奇的思考呢，引发大家针对你生活中习而不察的议题，引发你的反思。那透过不同的角度来思考，然后促进学习，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学习。我想这个会是到时候会是非常受到民众欢迎的一个很新奇的一个学习方法。那总结这些学习的内容，我们最后会举办怪奇博览会。当然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基隆已经超过了上百年的中原记，我们会透过系列的工作坊带领学员去找出在地的一些议题，然后同时经过田野调查发想创作的主题，然后由学员自己来扮演这些怪奇。当他穿上他属于自己这个怪奇角色的角色扮演的打扮之后呢，参加在这个游行队伍当中，想必一定是很能够引起民众的好奇，进而会去思考、关注、讨论，那他这个怪奇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议题，引发大家的思考。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要达成的一个目的。那在第二个部分呢，明年基隆市会办一个非常非常大型而且重要的城市设计博览会。在这个博览会里面呢，我们的学习型城市也会占有一个重要的参与，一起来跟大家一起来促进这个城市设计博览会。那最后在年底的时候，我们就会总结这些我们一整年四大面向的各项成果，办理一个成果展。那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成果展。哇，刚听完真的觉得好感动哦！没想到明年的
学习型城市计划是这么的丰富，有我们的共融、共学、共创，还有共好，以这样的四个大面向来发展我们的怪奇一系列的相关活动，让大家有机会可以来看看基隆市的亮点跟不一样。那刚才其实有说到一个沉浸式的戏剧导览，我觉得那个还蛮有趣的，因为就有那个在地的剧团嘛，他们就曾经用这样的戏剧的方式，然后带外县市的民众来进行导览，没有想到成功的打开了那个观光的那一扇门，因为他们就以沉浸式的方式，譬如说他们在太平国小用那个叫卖卡玛丁鱼货的方式，让大家不用凌晨四点跑到卡玛丁去看，而是就可以在教室里面啊、哦，原来这就是卡玛丁的卖鱼的模式，然后每个人模拟跳手。那当然他们的演员也很厉害，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学那个舞台剧出身的，所以他们演跳手那演的也很像，我看了也觉得好惊奇，所以就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模式在进驻我们基隆，也看到基隆的活力与未来，这也是最重要学习型城市的目的。最后就是要 earn money， 没错没错，要 earn money。好，那再来我们看我们的年轻人创意完之后，来带来大家来看我们的终身学习哦。说到美食，大家会想到各式各样的好吃的食物，那其中大家可能每天下午要来一杯的咖啡，有没有想过它的那个立体拉花是怎么做出来的呢？来看看中山乐林学习中心带来的立体咖啡。立体拉花到底难不难？看学员们的表情就知道。你可以再用巧克力酱，像这个，巧克力酱这边就显热，把它写上去，像这样。运用创意，跟着老师打底后，利用汤匙雕塑出一个一个立体模样，最后再来画龙点睛，一杯杯趣味横生、疗愈可爱的 3D 奶泡出炉，好有成就感。感谢我们校长很热心，要帮我们办这个乐林。要不然在家里都等了痴呆，有这个园地很好，校长很热心，希望他下次再加一再力帮我们这边乐林的找一些乐趣，我们真正回去都可以自己玩，自己很疗愈哦。嘿，这次那个感谢校长和陈庆禄老师教我们那个立体拉花，那个感觉非常有趣，而且非常的那个抢眼，蛮可爱的。那这个就是熊熊跟那个小狗，然后后面有写上日期201912月2号，哎呀，那个校长很用心，在推广我们中山乐林很多活动，哎呀，感谢老师和校长，谢谢。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在那个影条部分工作，专职在教育工作已经13年了，还在乐营乐活的部分，我希望说从高职教学已经15年的经验，还想说在如果容易把咖啡的艺术跟融在生活里面，还教乐林的部分，我就很简单的，因为年长者可能要画线条比较不容易，所以我简单用汤匙，简单的汤匙一个雕花针就可以勾出出线条，还从平面的线条它慢慢堆叠，像变成立体的奶泡，还像我所有工具就用汤匙用刮的方式取用，它就不用太艰深的，像做蛋糕挤花嘴啊，要很高的美术，还用简单的雕花罐画一画，颜色就出来，刚才看到端一端的那个摇晃的小熊小猫，好，也希望说在从生活里面，在乐林乐活啊，从生活里面很开心，给学习艺术，又可以从生活里面可以分享给所有的家人，对，甚至那个老中青三代可以体验生活的艺术。今天呢，中山乐林开这个咖啡疗愈的课程呢，就是让我们这些长者喝咖啡也是有生活艺术美学。你看这么棒的雕花，然后呢，让他们把这个艺术融入在喝咖啡上，真的是太棒了。跟上时代潮流，中山乐林中心选定有趣的课程后，制成 Google 表单后上网公告，可说是斑斑秒杀，鼓励银发朋友走出来增加生活美学经验，回去后分享给家人朋友，让生活越来越精彩。真的就会越来越精彩，因为你走出来交到了朋友，然后学习不只可以延缓老化，而且可以减少很多医疗资源哦。我们要请刘校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课程的回馈。这些课程呢，我觉得老人家呢退休之后，你真的是要开一些有趣的好玩的，
然后让他觉得这个生活呢很优雅。尤其呢有我们这一代的这个长辈们，他们历经的那个战乱呐、这个没有就是很吃苦啦。那所以现在呢，其实可以提升他们的一个美感，那这个提升他们的这个优质的这个生活。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哎，开一些比较有趣好玩，喝咖啡不要每次都是那个用那个咖啡袋那种的哦，立即的泡，或者是咖啡粉泡泡，这多美好，多不好喝啊。那我们是说，哎，能够怎么样拉花，那怎么样来这个立体的这个部分呢，让他们真的是增加很多这个乐趣，还有成就感。他可以用这个来给孙啊高兴啦！哎，你看阿妈回家吓一跳，阿公啊，我搞嘞哈，都会泡这么棒的，做这么棒的一个课程哈。这种，然后我们还有做一些有趣的，比如说果酱，果酱啊，有一次就是有一个这个柚子哈大丰收啊，那个农场的那个就剩下很多，结果一大篮的送给我们，那怎么办呢？这个柚子呢也可以做什么？柚子肉可以做果酱啊，那柚子皮呢可以做什么呢？做那个清洁的这个清洁剂。所以呢，我们这些呢阿公阿嬷呢就开始就是让他们能够来做这些，知道说哦，油啊原来买些在做这些用处哎，好，所以资源再回收可以做这么好的一个产品哈。那还有我们还有做一些花草的这个疗愈啊，比如说我们有做艾玉啊，艾玉呢怎么样做自己安怎抹哈，然后呢做艾玉冰，然后呢还可以做什么面膜哈，等一下我秀给你们看，这个是我们做的这个果酱哦，这个柚子酱哦。然后呢，这个是我们那个乐林中心去展览这个海珊瑚哈、哦，你看哦，大家都做得很开心。再来，我来找。这么多，好丰富、啊。对呀、啊，好丰富。哎，你看这个呢，就做那个多肉植物啊。多肉植物的话呢，不是说一瓶一盆一盆的，我们还可以把它做美化，看在这个木板上哈，让它这个更质感。然后这个是一个用姜哈来做的姜染哈。哇塞，姜也可以做染。这个面膜，这就是面膜。有没有看到？而且学员自己做，学员自己做，然后呢，大家就贴在脸上。哎呀，你看，做那个艾玉可以做艾玉冰，又可以做面膜。明年还可以参加怪奇博物馆，真的很有趣啊！你看，都开心的要命哈，很开心。然后这个是做那个，我看，哦，好多很有趣的，这个是做拉花的哈。好，这个呢也是为了防疫期间哈，我们有做那个花草防疫的这个防疫袋哈、哦，让他们能够除中药材可以放进去、对中药材配合的这个配合这个，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做的这个兰花兰这个画就等于是文创了哈，然后我说哎，你们也可以文青啊，哦，阿嬷也可以文青啊，文青背这个文青袋，然后呢，这个也可以送人啊哈，这个都是我做的哦，很棒哎，这是我做的哦哈，阿嬷做哟，阿公做哟哈，他们就是非常的有趣，然后这个也是。哦，你看，还有这个呢，也是里面塞了一大堆的中药材，然后呢，可以这个哦，睡眠很好。你有时候会助眠的这个小枕头。下次我也要一个。真的。好，这个就是做那个果冻花哈、哦，这个就是做果冻花，然后把那个食品啊、哦，你看也可以，这个果冻也可以变得很艺术、很漂亮。啊，有时候他们一做说啊，我们甘价呢，真的不敢吃，真的很棒，舍不得吃啦，就是做得很棒。然后你会觉得这些爷爷奶奶如果做了以后呢，真的是会非常有成就感啊、哦，非常有成就感。你看这么漂亮，五颜六色都有，什么花都有，果冻花，哦，这个好。大概就是我们开了很多这些有趣、好玩、好吃、实用的哦，这些老人家就喜欢这样的。你的课程每一次的课程都让他们有成果带回去，有成果带回去的话，他可以跟家人分享。那在课程的当中呢，其实又可以这个
交朋友啊，互动哦，然后大家就是非常的开心的过了就是上一堂课这样子。那我也觉得说可以为这些长者开这么多有趣的课程哦，让他们很开心哦，我就觉得啊。很值得，很值得。对，校长，你有没有碰过秒杀的课程啊？有啊，是不是这种食物？像这种的都秒杀、啊，真的，都报不到。然后还要说，哎、欸，校长，可不可以那个？我一看，再开一班，可不可以再开一班？那我说好，再开一班，再开一班，真的是很棒，很有趣，很有趣。好，那刚刚说到就是我们在做对的事，然后在做对走的对的路，然后而且都不要停止。所以全龄社大就是这样的设定概念跟意义。我们要请处长来跟我们分享哦。如何让全民都能够自由自在的学习？是，刚刚听两位校长的分享哈，各位可以发现我们基隆的终身学习哈非常的多元丰富。那其实像我们基隆社大哈，它成立到目前已经21年了，而且我们连续10年拿到教育部评鉴的优等，这个好不是我们自己说，是国家来肯定我们的。那参与的人次也非常的多，每年达到2000人次以上哈，就是一季的课程。那我们分析这个学员的人数里面呢，大概50岁以上的占了79%，就是接近80%。所以我们也在思考说，怎么样真正的建构一个学习型的城市。那所以我们从明年开始呢，我们希望在现有的基础之上呢，转型社大成为全龄社大，这我想也是全国首创的一个创举哈。在这里面，我就依年龄层来做分布的来做一个说明哈。当然，其实在这个课程规划里面，其实我们是可以跨领域、可以跨年龄的来做规划哈。那在国中小以及高中的部分呢，根据教育部108课纲，它强调的是素养导向，这其实刚好是我们社大的强项。社大有非常有趣好玩做中学的课程，加上一些反思的引导呢，其实就非常适合这些强调能力素养态度的这样子的一个课程。举例来说，养蜂的话，我们除了要认识蜂以外，知道怎么取蜂以外，你会知道它酿蜜的这些过程啊，也可以注意到环境观察、生态变化这些跨域的一些知识，它是一个整合型的一个课程。这样的课程在社大里面可能是习以为常，可是我们如果带我们的国中小学学生走出教室，来到养蜂场做这样的课程，对孩子来讲是会非常非常的开心跟兴奋。在青壮年来讲呢，我们期待要用年轻人的学习方式来进行学习。举例来说，我们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就跟吉隆合作线上一起来这个线上学习课程，那非常的成功哈。刚刚像有提到这个越打越健康是长青学院里面的热门课程，那在我们的线上学习里面呢，也是非常夯的课程。我们的防疫一起来的课程呢，几乎每10个人打开电视呢，就有4个会去特别收看我们防疫一起来的课程。所以今年也算是一个成功的一个无心插柳柳成荫哈。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反而开创出来一个新的学习模式。那明年我们会持续朝这个方式，以年轻人习惯的学习模式，手机随取随用进行学习。那在中壮年上面呢，强化公共性议题、社团性课程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哈。当然，我们也可以采跨领域、跨县市策略联盟的方式来推广这样子的公共性议题。我旁边的校长哈一直点头哈，的确，我们现在基隆社大主要的课程针对我们基隆的学生，但是没有跟跨县市去做这样的跨县市策略联盟。但是其实很多我们基隆的学员，他本身是在台北工作，那可以跟台北甚至新北的社区大学形成策略联盟，共同开课。举例来说，基隆河就是一个非常好操作的议题。基隆河它从新北开始流经基隆，最后在台北市流入大海当中，所以基隆河流域就可以串起这三个
县市，而且它河域的人文故事或者是自然领域的它水质的变化也都是一个非常可以探讨的一个议题。好，那最后呢，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分享的这个乐龄者的终身学习，刚刚有很多好玩有趣的那些秒杀的课程，这些我们还要再持续来办理，那也欢迎大家一起来。最后呢，我们串起的从9岁到99岁一个乐龄的学习乐在学习的一个学习型城市，这个我想是我们未来社大的一个愿景。那也邀请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大家一起加入学习的行列，让我们的生活更有品质。对，提升生活的品质，加入终身学习的行列。刚刚说9岁到99岁，然后刚有说策略联盟，其实真的有很多外县市的人来我们基隆上社大的课程。我记得很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碰到我朋友，他说他现在正在那个马林农业区有一个有机客栽种，我就觉得哇，好有趣哦！你居然从那么远的地方跑来，每个礼拜来这边种菜，很有趣哎。所以就是说，策略联盟这件事是非常让大家期待的，会看到不一样的亮点。那我们要请廖校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我们现在的人口老化真的是数据越来越庞大，我们要把理想化成行动，来打造樱花生活就很重要。那要请廖校长跟我们说，未来还有没有什么努力的目标呢？好，谈到这个老年人哦，因为樱花族，我应该是属于樱花族的一群的哈。那我想，如果说我们老是待在家里面，第一个我们发现什么问题，就是在家里面你整天待在家里好像没事干，东看看西看看，这个第一个身体会容易老化，第二个可能你情绪也不好，情绪不好的时候，你年轻人出外工作回来，你如果谁谁凉，那个年轻人就会被你情绪也被你搞混，所以呢整个家庭的气氛都不好。所以假如说我们老这个上了年纪人也都能走出来，不管是到乐龄到社大或者到长青学院来学习，那你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比如说你到来学这个书法，你对书法有兴趣，学书法，他也书法是靠手指在写，那你的末梢神经有在血液有在流通，不会得老人痴呆症，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另外我们还有园艺班，这个园艺班呢，它不是只教你拈花惹草以外，它还可以带你到四处去走走去看看去讲，但你的心情也会很好。所以在这种的活动之下，我们跟着时代一直在进步，我们不要常常想着自己的年龄，永忘记自己的年龄，你跟着时代一直在往前走。那尤其像现在 3D 的产品非常非常的多，我们所有的生活都是要靠 3D， 都靠 3D 产品在控制着。有时候我们出去外面，假如家里面的东西什么东西没有，这个电锅或者是冷气没有关了，你可以用 3D 去控管它，然后你的生活整个都可以在你的掌控之下。虽然年纪大了，但是不代表你永远不要学习。我们要像年轻人一样，像小孩子一样，要有好奇心。所有新的产品，我们都要去学习，去努力。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跟生活融合在一起，这个往后的人生才会美好。这个世界有这么好的，这么美好，我们要让我们这里生活能够配合让这个世界生活美好一点。谢谢。对，真的就是要走出来，让生活变得很美好。所以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看我们中山乐龄学习的中心的长辈，真的就走了出来，变装成小丑，跟小朋友一起来到仁爱之家。猜猜看，变装小丑的民众究竟几岁呢？我几岁忘记了，我是民国14年出生的。我呢，12年出生的。将活力呈现，90多岁的长辈变装成小丑，前往仁爱之家带来精彩的演出，更与中和国小学生一起与仁爱之家的住民们互动玩游戏。没有力气跑起来了，很开心，哎，校长带他们。小朋友来这边跟我们玩，跟我们一起玩。小朋友好可爱，哎，真的对我们老人家很好。谢谢。年轻18岁。对。学校的老师主任带我们来这里跟阿公阿嬷玩骨牌拼图，我们玩得非常开心。我们
们的赖志佳的阿公阿嬷，平常的生活就是比较单调一点，但是有了老师的精心安排，今天的特别的节目，像是舞蹈啦、相声啦、数来宝啦，等等，还有这个拼图游戏、骨牌啊，这个游戏等等啊，都跟我们的老人家、阿公阿嬷做很好的互动，让他们的能够享受这个精神食粮。我们是三好校园，那我们今天呢，带小朋友来到这仁爱之家呢，让孩子们能够跟这些爷爷奶奶互动哈，存着一个感恩的心，让他们能够带动这些爷爷奶奶呢，让他们呢很开心很快乐。带来欢乐与祝福中，也传递了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的三好运动，让银发长辈们感受到满满的温情。真的非常开心，其中有很多感人的故事，我们要赶快请刘秀长来分享，剩下最后五分钟了。这感人故事呢，最近我带我们的那些志工长辈，包括刚刚影片上面的两位伯伯哦，我就说，我们基隆这个潮艺术啊，还有这个大基隆的这个历史再现场景哈，他们有没有去过啊？我问他们说，那个阿根纳造船厂你们有没有去过？然后那个西班牙的古迹啊，咱挖出来哈，你有看过不？无呢，哈。那我就说好，我就找一个很好的天气，我们走读基隆，我们从中山区大公车，我讲啊，咱坐公车免钱啊，对不？哈，然后我们就搭公车运动，这也是运动嘛，哈。然后吃饱，我请他们吃便当之后呢，咱来大公车，咱来去中正区这边来看。看这个镇滨渔港哦，看那个潮艺术，他们真的是眼睛啊，就是你可以看出那个眼神，就是很惊讶，就说哦，那家碎了啊，这是啥？阿古金翁哈，那个阿嬷的海胆哈，然后那个彩色屋哈，那他们说我从来都没有来过你看九十几岁的阿伯。那老爷爷他们都没有来过这个这么棒的一个这个地方，那我就觉得说哇，带他们这样走读基隆，让他们再认识我们基隆的这个历史文化，那我觉得就很开心哦。然后再来就是另外一个，我们刚刚有讲到那个祖孙哦，祖孙的这种互动，祖孙的这种感情，我觉得是很棒的。我们这一次呢，教育处请我们办那个祖孙时尚换装的摄影，那在得奖的颁奖的那个过程当中，你看到很多的这个祖孙三代四代推着爷爷奶奶哦。来这个现场哦，接受我们这个处长的颁奖，你看那个画面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啊，真的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他们可以再把这个祖孙，你看小时候阿公阿嬷带着你们，长大了其实也要唤起过去的这种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让这个全民呢能够大家重视说其实我们的爷爷奶奶他们真的是过去对我们的一些贡献哦，对我们家庭的付出，那其实他们我们只要有花一点时间哦，带着他们去交流互动，我觉得让他们能够活跃老化更好。对，真的是会越来越好，而且重点是走了出来，走出来。那刚才的那一个活动，很多是外县市来的。对，然后有一个阿嬷第一名的，他说：“我这一辈子得第一名就是在基隆得。”然后他说：“基隆这么漂亮，哦，叫碎。”因为我们那时候比赛呢，有规定就是说，如果在基隆为场景背景的话，我们加10分。那他们就会带着这些爷爷奶奶啊到基隆来，一方面能够认识我们的基隆美景，然后呢拍照哦，换装。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哦真的是非常有意义啦。那也是希望说我们未来呢能够有很多的这种为这些长者规划的一些活动哦，让他们能够更开心。对，真的会更开心，而且最终还是会回到我们的Earn Money。像刚才办的那个活动，吸引外县市朋友来，一旦来，当然周边就会产生消费，那就是Earn Money了。最后一分钟，我们要请处长跟大家呼吁一下，好好再来加入我们终身学习的行列。是的，学习行程是全龄社大，一定要有你哦。是，校长。欢迎大家加入我们长青学院跟社区大学的行列。现在报名还要排队吗？报名现在长青学院是在明年的2月开始报名。
哎，这个社大呢是现在就开始报名，现在就开始报名了。對對對，有兴趣的朋友，这个课程非常的多，对，赶快上网来查一下，都在网络上。就好，我们希望呢老店酒老咖哦，打来到顶来，然后呢我们这些呢能够让大家呢快乐学习，乐而忘龄，打来永葆青春。哇，祝福大家终身学习，永葆青春，每天都是健康快乐的。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提醒您，屋外是瓦斯热水器，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厨房等室内空间，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想保命，跟我这样做：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三、改用电热水器。诺克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酒驾罚很大。一、提高酒驾违规罚锾，再犯才累计加重，罚锾无上限，酒驾拒检或拒测罚更大哦。二、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三、酒驾再犯，拒检及拒测再犯，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没入该车辆。四、酒驾重新考照，需强制加装酒精锁，找别人代吹也不行，要罚6000至12000元哦。五、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瘾治疗，不得再申请考照。六、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酒驾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我也需要喘口气啊，我快撑不下去。1966，我是个案管理师，是来协助您规划需要的服务项目。你一个人照顾妈妈真的很需要帮助，你偶尔会需要出差，建议您可以使用喘息服务，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每次只需要负担200元就可以了。200元，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我不在的时候妈妈没有人照顾，这很棒哎，谢谢。接到怎么来？好，我你走，一定要小心。明天。1966的协助，从赋能照护服务的协助，以及我的高血压、高血糖，都在营养师的照顾下，都一一得到了帮助。现在我要跟我的孩子去庆祝喽！这样就好了。对啊。哇，哎。都给你帅就好了。其实啊，现在生活里越来越多使用行动支付平台。那会不会以后我们出门就不用带钱包了？当然啊，现在电子金融及行动支付虽然方便，但还是有它的风险存在的。是哦，像是造假的网址及 APP， 还有网络病毒啊、密码外泄啊，这些啊都有可能造成安全上的疑虑。所以使用行动支付就像交朋友一样，要交心，不能只看表面啊。爸爸出院后该如何照顾他呢？别担心，回家后的长期照顾我们来帮您安排。长照出院准备服务，评估您家人出院后的照顾需求，出院3天前完成评估，连接长照服务，像是居家服务、居家护理、居家复健、简易生活辅具租借等等，符合资格者回家1周内就可以得到长照服务。长照出院准备服务，安心出院不担心。搬进社会住宅，每个月我可以多汇点钱回家，有管理员，有公社，跟邻居也处得很好。最重要的是
我要做爸爸了。等孩子出生，还可以申请三房的房型，让幸福住进来，社会住宅。一氧化碳终结者诺口奖提醒您：外室瓦斯热水器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厨房等室内空间，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想保命，跟我这样做：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三、改用电热水器。诺口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酒驾罚很大：一、提高酒驾违规罚锾，再犯才累计加重，罚锾无上限，酒驾拒检或拒测罚更大哦。二、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三、酒驾再犯，拒检及拒测再犯，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没入该车辆。四、酒驾重新考照，需强制加装酒精锁，找别人代吹也不行，要罚6000至12000元哦。五、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瘾治疗，不得再申请考照。六、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酒驾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